饿马鸭锁骨，嘴巴不停，只有我行，饿马的好吃鸭。这一包是115克，它的配料很干净，就是鸭锁骨、食用盐、植物油、海藻糖、味精、香辛料、孜然粉。它用海藻糖代替了蔗糖，就咱们在身材管理期间也可以放心吃啊。它属于高蛋白食物，看，有麻辣、孜然三个味道，打开就闻着好香呀。还很贴心的给咱们准备了这个手套，它这个干度湿度刚刚好，不是那种特别干的，肉质很紧实，很耐嚼。这个孜然味的老好吃了，就像吃烤羊肉串似的。晚上产夜宵了，然后追剧的时候都可以吃它。正常管理期间也可以放心吃啊，它就是高蛋白食物。真是爱吃啃肉的姐妹一定要尝尝它，特别过瘾。